今天是真欢喜哦，来到咱东港上有名的体香园，啊，真的是咱御厨总统级黑尾鱼季的话，诶，主厨，咱的专师，诶，咱家讲啊声鼓励一下啦。谢谢谢谢。诶，啊，咱今天吼要请咱专师哦，甲咱介绍讲，咱拢知影虾啊，介侪种八八种，啊，东港上有名就是樱花虾，啊，你看咱只看一下来，只有不难行。啊，到底是倒一项是樱花虾？咱可能唔知影，啊，咱今仔就叫安尼，咱来全师无来甲咱介绍一下。咱先，这个是迄、那个咱一般去炒菜用的虾皮，啊，这是大尾虾皮，嘿，啊，这是较一般的中虾啊，中虾就是咱炒咸食，啊，咱做迄、那个，这拢会使。这是真的。啊，这个是较高级的中虾啊，这是咱做菜用的吼。这种中虾啊，是咱这种咱遮的特产啊。啊，有分过来，分过来斤。啊，这个是啊，这赤尾鳍啊，啊，这是较原色的，较原色的赤尾鳍。啊，有的赤尾鳍啊，伊拢会米色。啊，这赤尾鳍哦，那米色的哦，像樱花虾的感觉哦。啊，这是目大家看到较原始的赤尾鳍啊。啊，正正樱花虾是这，来咱看一下，这就是咱的樱花虾，真水哦，色泽真水安尼。这是全世界有三，主要三个所在有出樱花虾尔，我咱台湾是其中之一，所以讲樱花虾伊的迄个营养成分介高。樱花虾大约好像差不多伫安尼大尾尔，你若较大尾，迄个毋是啊，迄个是拢做过假的樱花虾。樱花虾的部分啊，是咱东港遮的特产啦。啊，因这进前拢有外销伫咱日本，啊，即摆渐渐台湾遮知影伊的营养价值啦。台湾的这樱花虾就拢销伫咱国内，你若销日本的部分，进前伊的数量不少。